就是爸爸是斯里兰卡。斯里兰卡？对。哎呦，是不是在哪个地区？在南亚。南亚。印度的右下角。印度的右下角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你小时候有住过吗？或者是？没有。我们只有去过两次，就是去那边玩而已。去那边玩。对，然后还有看亲戚。看亲戚。嗯。哦。那它就是一个。其实我觉得跟台湾有点像，嗯，因为它的大小跟台湾也都差不多，比台湾再大一点点。OK， 对，就是也是海岛，然后他们最有名的就是红茶跟那个海边了。很好，斯里兰卡话的话，我只会自我介绍。那可以自我介绍看看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我想看。好，我想好了。好，请说。Are you born one? Make it a mazen. 然后，妈妈打虽然 KK， 我要把好妈妈打多打。好像日文哦，有一点点像哎。没有，我讲的没有那么标准，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跟我爸爸讲的话还是有落差，那个语调有一点点差。对对对对对，感觉有一点点差哦。因为他们的，我觉得他们的腔就是蛮难去学的，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从小学，或者是没有学一大段时间，其实他们的腔还蛮难去揣摩的。哦，我没有斯里兰卡名字，我没有在斯里兰卡的话就是讲英文名字。可以分享一下父母的爱情故事，可以啊，是什么样的故事？可以啊，这个认识到台湾的，就是因为我爸爸，因为比较久以前，大概二三十年前，斯里兰卡的时候在内战，对对，然后爸爸跟他哥哥就是来台湾，就是读书，嗯，对，就是也算另类的，先离开国家，就是那边比较混乱一点，然后那时候爸爸在台湾读大学嘛，对，然后就不小心遇到我妈，不小心，哎，就是不小心。就是我也不清楚，同一间大学吗？也不是同一间大学，可能就是职场或者是打工朋友介绍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其实我爸爸原本应该是有可能就读完书就回去，就等斯里兰卡稳定可能就回去。嗯，结果就是跟妈妈结婚，然后就落地生根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已经来台湾多久了？应该有三十年了。对，因为他们结婚。应该有快三十左右，我们几乎都是中文，但因为有些比较难的字，可能爸爸听不懂，我们就要用英文跟他说，就是可能有点中英夹杂，有点像 A B C， 但没有那么严重。哦，懂。因为我高中一毕业，我就想说自己赚的钱花的比较开心嘛。当然一定是这样。对啊，然后我高中毕业就先去就是连锁品牌素食店，因为我自己不就是不喜欢做餐饮业啦。但是因为那时候高中毕业就比较难找工作，所以就选了一个看起来最不像餐饮业的餐饮业。嗯嗯，对，就是你只要点餐就好。哦，你只要点餐就好。哦，就是在前面点餐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也没有去内场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再来第二个就去办公室，因为我是做，就是我读的是商，所以我后来大二的时候，大一的时候就有去，就是做行销。一间服饰品牌的行销助理这样子，然后做一做发现，我好像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，好无聊，好无聊，所以说就是参加原子少年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还有，然后再来就是也是专柜，我去卖包包，那个工作是我做最久的，大概做了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就是你可以跟客人说，因为就是看到那些客人买东西的时候很开心啊，就觉得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劝败，那是卖男包还是女包？男女包都有哦，女包偏多，也会有中性啦，但是都是女生来买。哦，但我觉得跟客人聊天还蛮有趣的，所以我蛮喜欢那个工作。两个感觉就是一个，对对 ，I 人跟 E 人这样。但我也是 I 人啦，你也是 I 人哦，其实内心是这样。可以啊，我是 ISTP。哦，那传心你的是？我其实没有测，好，没有测，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们的身高是蛮有落差的，就是这样抱起来会好看吗？可以啊，会好看，我觉得会很好看。可以吗？哇，可以吗？我觉得你的表情，我觉得你们两个表情要互动一下，要互动哦，要互动，要这么有恋爱感，就是稍微对看一下之类的吗？可以吗？经纪人这样。经纪人很开心，经纪人还行，这个尺度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啊，经纪人以母下，来，我们稍微对看一下，对视五秒，好不好？对视五秒。Oh my god！ 分一下，经纪人嘴角。好了，大家截图，截好图了，小心。哇！相信今天通告会很难赚，很辛苦的。点在哪里？来，我们怎么样？来第一张。
一张，我想对他比爱心。可以啊，好，一人一边，一二三，大家要截图，截图了吗？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一，啊，那第二张，好，第二张了，来个，还可以搓脸吗？可以啊，来可以搓脸。第三张，来，第三张，大家截好了吗？那来个，哎、欸，狗狗耳朵啊，大家很喜欢狗狗耳朵。对啊，狗狗耳朵，好、哦，请小编帮我下投票，是违章还是嘟嘴？我觉得是违章。好看呢、欸，有像有吗？有像狗狗吗？蛮可爱的、啊，有，来换传心，传心来，好，他比较害羞一点点，这样吗？对。哎、欸，好可爱，好看哎、欸，其实蛮好看的，真的可爱吗？很可爱啊！来，大家截图，一二三，好，赶快继续。